超大的战斧鸡腿和一盘果酱炸鸡。先来吃这个战斧鸡腿，哇，这个战斧鸡腿真的很大。战斧鸡腿虽然是炸鸡腿，但是可以看到里面的肉依然很嫩，很多汁。虽然有那么一大块，可是骨头却只有这么一根而已，所以肉还是很多的。果酱炸鸡，他已经把我的酱全部都裹好了。
你们觉得一个成功炸鸡的灵魂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蘸酱了。啊，这个有骨头呀。我刚才吃了几块都没有骨头，我以为这块也是，差点把我的牙给硌崩了。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